krásy.谢谢，一年两度的封箱又开始了，这个封箱啊，一般来说都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，对啊，今年演出到此结束啊，把箱子都封上，有什么事儿过完年再说，是，所以在春节前我们这场票就卖了，卖完之后由于疫情的原因呢，当时不能演出，对。我的意思呢，不演就慢慢这场糊了过去就完了，没听说了。后来他们说观众不干啊，肯定不干呢。我一想哪有这样的，不会交朋友啊。结果就演啊，哎，昨儿就演了。因为之前卖完之后，咱们售票75%，对，所以呢一场呢演完了不够，所以昨天今天连着两天封箱。昨天封箱是第一天，今天是第二天了。对啊。今天有昨天来的没有啊？有啊，全是昨天的。你们是不是昨儿没走啊？好吧啊，谢谢各位了啊，你们就算是以北展为家了，这就是啊，谢谢吧。每年的封箱仪式上，我们都会先唱一个小曲儿，这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。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，来，咱们开始发四喜儿。后边怎么了，于老师？我不知道，吓我一跳啊！那行，好，那行了啊，真没事啊。福自天来，喜重重，福缘山清，降雨平，福如东海长流水。身穿大红啊，路行小道连种三元，路凋零枝口内寒，路过小桥松林下，路过风箱做高位官呐、啊。寿星禀寿，万寿无疆，寿桃寿酒摆在中央，寿比南山高万丈，彭祖爷寿高永安内岗啊，喜欢